菇，每天都惦记这个。每天都惦记猪蹄吃不出，这是等吃的人啊，是吧？那个汤汁汤浇到米饭上，嗯，特别香。刚才提说多放水，然后呢，等这个炖差不多了，嫩芽他们家米饭也已经弄好了。哎，怎么喝酒？里面有那个我弄那个柠檬冰红茶哦，但不是凉的，都行。我这有可乐，大可乐都有，咱现在东西有。我们这个猪蹄已经好了耶，好香啊！听着小音乐，感觉有一种在酒店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我去看一下。哎呀，外面还是很冷的，早晚温差很大呀。看看斌哥这边。啊，我这边做一个这个萝卜牛肉萝卜汤。嗯，炖萝卜汤。对对。热热的也挺好。对对，豆皮炒白菜。豆皮炒白菜，加我们的那个，还有一个青菜，还有青菜，那就够了。青菜，那就够了，五个菜够吃了。这个地方没有挡风挡风的地方，这个风好大呀，我都流鼻涕啊。斌哥这边没有帐篷。啊，你看我这个棉服都穿上了，KK 羽绒服也穿上了，这晚上还真是挺冷的。啊，嫩芽的暖风机找到了，放到屋里面，压上底，然后。我们在帐篷里面暖和，在这么冷的时候啊，帐篷真的作用特别大。哇塞，你这个难道能这么拍的？咋啦？乖乖的，别乱跑啊！啊，不着急，我以为你这做好了。好了，别跑了。就最后一个菜。嗯，好的。然后我们这就炒一下这个就可以吃了。青菜先炒了个菜苔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的东西对对对拿掉，我们直接把桌子搬过去啊。哦，还炒青菜啊。对，先炒菜苔比较硬。我小家伙现在出来溜一下，很开心啊。我感觉你这个汤还是少了一点，刚刚炖的嘛，但肉应该是很软的，稀烂了的辣子。哇，今天是不是光猪蹄哦，连猪蹄上面一点点的也有，就是肉会更多一点，就是那个肘子吧算是，嗯，但是又不是完全那么走，不用分那么清，好吃就行了好吗？好，小灵魂来一个可以吧。开吃了，我们要五个灯，热腾腾的菜，先菜走一遍啊，这有我们斌哥的，有我的，今天一起还没露身手，一起的米饭，今天米饭酒水，一起的牛柳可好吃了。嗯，来，你们吃米吗？现在我就吃。我要吃。这个要不要？这个不用，这个太大了。这个其实那个啥一点，对，把这个放中间。然后我想想啊，把不是，这个对，抽屉一点，然后他们往这边。这边来，啤酒来了，啤酒。哇，这音乐多重要，我感觉太重要。爱吃这个烛光晚餐呀。哎，咋了？这个白碗。不是，刚才我在碗这儿。哎，这不是吗？那你们，我就算了，没事。来真的好喝，这个我真的特别爱喝这个。这个吧，是这个。啊，快吃吧，快吃。这是一天呀，肘子。干嘛用的？这是弄汤的。哦，没事，你管我呢。不要动汤。哦。还有那个 KK 的那个清蒸鱼，也是好。哎呀，多宝鱼，你们还不了解我啊？还有很多好吃的。很多是吧？哇。
我觉得在这个营地啊，真的这样来一顿饭太爽了。下次想吃啥买上，然后交给 KK 做就好。来来来，辛苦二位大厨啊，辛苦辛苦辛苦，今天菜辛苦辛苦，应该做的幸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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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应该把 K 的手艺都给学到手了。其实这不是说学到手，你就多做自己就会了，真的。你说你好有志气啊，你学到手，那意思就是说，那我就跟着 KK 混就好了。小家伙很喜欢躲在下面的，他现在开心。他还冷。他也不冷，他在这里不冷。